ิ้นมา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ถ้ามึงยังไม่สิ้นคงต้องดิ้นไปก่อนและนี่คือธาตุทองสาวของแท้พวกกูนั่งมองดาวถึงไม่มีเครื่องเพชรแวววาวแต่กูจำไม่ธาตุทองพราวกูไม่มีวันลืมว่ากู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และกูต้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ขนาดไหนถ้ามันกูคนเดียวกูคงไม่อาจไหวแต่นี่คือธาตุทองที่มองฟัง电竞女神阿乐林于真有着迷人笑颜与魔鬼身材，近年成功转战演艺圈，在全明星运动会的表现更圈粉无数。个性开朗的她时常在社群与粉丝互动，日前她分享了一段在泰国的影片，只见她搞笑挑战泰国当红 TikTok， 超刻意昂的表情与动作连自己都被逗乐，粉丝也开玩笑表示不愧是女神金定，也有铁粉大赞又刻意昂又美的只有阿乐了。阿乐也在贴文内写道，在网美咖啡厅跳这个真的超耻。除此之外，阿乐也开心喂小老虎喝奶，近距离互动让他直呼好幸福。丰富的泰国之旅贴文让粉丝不用出国也能感受异国风情。干嘛穿这样啦？是立冬最爱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刚刚听到那个说什么，就是去他家，可是又没有去过他老家。哦，对啊，我才是吧？哦，对，而且就其实我们私下也会约吃饭，然后之前他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喝醉酒打电话，我也接过。哦，你是群聊什么啊？我不是唯一。你跟他这一段有多久是什么？就是其实有点快，就快要结束了，因为他最近开始大尾了，人头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越有点大尾了。哦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对，就是他们很难约。真假的？他讲我难约，他才难约嘞。你最难。没有，因为他都要开电玩那个电竞直播，直播。好啊，他要实况，他要打游戏给别人看，所以他几乎是没有自己时间的。你不太吃辣的、啊？怎麼对，你怎么吃两口人中在冒汗？我冒汗是因为这个啦，他紧张表演，紧张。今天阿乐也要来一段。对，而且这个表演是我特别准备的，我是为了他。然后因为我以前的表演都是什么钢琴啊、小提琴，这次我就是为他准备了。别的，等一下再谈。你会的东西这么多啊？对，从小也学音乐。对，就是从小学的，但是这个是中式的。这个乐器很适合他，来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立冬欢乐颂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靠！哎，鱿鱼游戏，一二三木头人，哇，还两只，哎呦，咬咬也来了，哎呦，哟，爱国龙王锁定我们不是关系人。要你忘，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告白被打枪容易叫人悲伤，住过你家的好多，你每个人都约。哎，你好像安静了。迎面而来的走心像放瞬即，可惜不是你陪在蓝蓝身边。别忘了你的情敌，周易峰在想你。周易峰，哎呀，看拉面。立冬快走，全民尽守，你别回头。不要听见你还在声音破，我们不需要。
姑姑阿姨，又讲一遍，你姑吗？我姑吗？你安尼袂使。哎，琵琶手，请坐，请坐，不要客气。海底，很漂亮的，叫海底呀。哎，琵琶弹得真好。对呀。我来询问一下，你们两位，张立通有没有跟你要过电话？有没有？我很想说有，但没有。没有。来，瑶瑶有没有？还好没有。你也没有。什么还好没有？没有。全台湾艺能界女人都被他要完电话，你俩没有。就我俩没有，对啊，嫉妒而生恨，对对，因为由爱生恨的恨，那是更恨。对，那这两个人由于爱不到立冬，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《鱿鱼游戏》。对，然后里面讲了一堆什么，哇，真的跟谁都有一腿，对啊，过分，真的，什么立冬快走，好像被火烧掉一样，不要回头，所以当中还诵经。你就快走，你就快走。对啊，其实阿乐是难过的，那个有点偏严肃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说，因为看完前一段的表演，就是第二首我拉的超起劲，那个大悲咒，我就是用生命在拉。